途影二全面的性能提升，无论手持、车载或机载，都能时刻提供稳定影像。全新的相机固定板和旋钮大幅缩短了平衡调节时间，并提升了调节精准度。在使用如影二前，请参照以下步骤进行平衡调节。调节平衡前，请确保所有器材全部安装在云台上。在刚上手时，我们建议您先尝试平衡摄像机加镜头的简单配置，熟悉调频步骤。在熟悉如影二的调频过程后，再尝试更多的摄像机、镜头及配件的平衡，并进行实际拍摄。经测试，可以安装到如影二上的摄像机包括 Red、Alexa Mini、Alexa XT、Blackmagic Design、Earth Mini、索尼 FS 系列等。支持的更多摄像机类型及镜头，请见官网。分别锁上平移轴、横滚轴轴锁、俯仰轴轴锁。安装摄像机，取下摄像机固定框的上方部件，将摄像机上下两侧的固定板安装至摄像机。将摄像机及固定板滑入摄像机固定框，取下镜头盖，将摄像机固定框上方部件安装好，并将中间的旋钮扭进在摄像机上方固定板，不需要锁死，方便之后横滚及俯仰轴方向的平衡。最后锁上上方两侧的锁扣，粗略平衡之后，务必锁紧摄像机固定板的锁扣，俯仰调节。打开俯仰轴的锁扣，将摄像机旋转使镜头垂直朝上，松手测试摄像机平衡性。打开俯仰轴前后调节锁扣，松开摄像机固定框左右两侧锁扣，根据平衡情况微调底部两个旋钮。注意确保两侧刻度值一致，确保摄像机镜头垂直朝上状态下水平静止，将摄像机旋转使镜头水平朝前，松手测试摄像机平衡性。松开相框上方旋钮，根据平衡情况调整底部微调旋钮，直到摄像机旋转到俯仰轴前后任意角度时仍可稳定停留，则俯仰轴已调节平衡。旋紧上方旋钮，锁紧摄像机左右侧锁扣，锁定俯仰轴轴锁，横滚调节，解锁横滚轴的轴锁，测试横滚轴平衡状态。松开摄像机上方旋钮，根据平衡情况微调横滚轴旋钮，确保云台左右方向平衡。若摄像机可以在任意角度时保持稳定状态，则横滚轴已调节平衡。旋紧上方旋钮，锁好对应锁扣，俯仰轴前后调节锁扣和横滚轴左右调节锁扣为同一部件，锁上横滚轴的轴锁。平移调节，解锁平移轴轴锁，抬起手持环一侧，测试云台平衡状态。松开平移轴锁扣，并调节微调旋钮，使平移轴向前或向后移动，直至平移轴方向整体平衡。抬起手持环一侧，云台可以在任意角度时稳定停留，则平移轴已调节平衡。锁上平移轴锁扣，
左上平移轴搜索，平衡调节完毕。感谢您的观看。